然后下一个啊，你看啊，就是我都学会了，还是刚才我都学会了，怎么老师还不给我下一个动作？就是我前面这个我都完美了，怎么老师还不给？然后没有过五分钟，我都不会，你怎么还不教我？所以你会不会？老师都其实啊，我会了，老师们不教我，还有我都不会，老师为什么不教我？哈，就是你的重心啊，不要放在老师身上，放在自己的练习上面。还是那句话啊，以练习为标准，不要太纠结，不要想太多啊，练习为标准。不要觉得这个人他比你拿的动作多，他比你强，他比你练得好，跟这个没有关系，跟动作的难度没关系啊。就是人跟人这个练习啊，他没有可比性，这个就是大家特别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。谁练得好，谁练得不好，谁拿动作多，谁拿动作少，这都没有可比性。嗯。